impressive having no other people. Wow! 如果这个是刚刚开场不久的话，我真的无法想象到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唱会。你们真的太棒！ 我覺得好開心，好開心。當我見到你哋好多人企曬喺度，然後你哋頭先成場都係好似星星咁樣，我覺得真係好開心。多謝你哋，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。呢個係我等咗好耐嘅一日，因為我仲記得。 第一次嚟到呢一度嘅時候，我當時好感恩，因為多倫多俾咗好多第一次嘅 experience 我人生第一次見到落雪就係喺多倫多，而同我人生第一次開海外嘅 concert 就係喺多倫多，人生第一次覺得哇，原來音樂係可以將我帶到去其他地方。 就係多倫多俾咗呢個 experience， 所以今日企喺呢個舞台上面，再見到咁 supportive 嘅你哋，我真係覺得好開心，我真係唔知點樣去形容。你俾我講多次啦，多謝你！其實有很多很多心裡面想要說的話，我覺得這那麼多年下來。 其实我在香港是2008年出道，到现在为止，7年多的日子里面，我觉得经历过很多的东西。然后我非常的开心，就是我知道今天有人是我6年前第一次来到多伦多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来到现场了，是吗？因为我下午就碰到一个有人。 如果当时有来的，你们可以举手吗？还真的是有一些，我真的觉得很奇妙这个感觉。而我觉得这7年下来，我自己学习到很多东西，成长到很多。今天再一次回到这个场馆里面，不是这个场馆，就是这一次再一次回到多伦多这边为你们表演，我觉得是当初很开心很。 很兴奋的那个感觉还在，可是增加了很感动，而且很感恩的一份心情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么久时间以来，一路走过的都不容易，而我非常的感激，就是今天你们还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呢，我希望就是你们今天非常棒嘛，所以我希望借用你们的掌声去感谢他。 他呢是一个从我出道到现在，一直给我很多音乐上面很好的影响，带领着我成长。然后去年在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的时候，连续10几个礼拜，每个礼拜的参赛歌曲都是他去帮我制作改编的，请给予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音乐总监。 觉得卢普帅吗？帅！我，他一脸茫然的看着我。我，你大声一点。很开心，你看他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，哎，这个叔叔还蛮帅的。结果。 就是这么久以来，一直觉得他除了很帅之外，原来非常有才华，然后一直在我音乐上面，就是真的给我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 elements。所以没有他的话呢，今天我真的不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。而下面的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我和 Lupo 一起去改编的一首我们都非常满意的作品。
所以呢，大家既然已经热了好深呢，我等一下就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用你们前所未有的声浪来唱这首歌，好吧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一定要比刚刚更大声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就来了，你把我灌醉。